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我这里刚刚是9点半早晨，我刚起床，睡了个懒觉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早餐，看到没有？我每天早上都吃玉米粥、玉米面粥。这里边这个是鸡蛋，鸡蛋，这个鸡蛋是我自己的记下的。看到没？这个菜吗？这有2种菜：芦笋和小油菜，还有台骨菜，3种菜。小油菜儿和这个台骨菜，还有这个台骨菜，还有这个芦笋，这个都是我院子自己长的，我就吃这么简单。啊，等一下我吃一个梨，这也是我院子的。啊，我现在跑到自己另一个太阳房这边客厅，在这吃东西，因为我看到我的狗在那东闻西闻的，在院子里边转悠转悠的。啊，今天我要去教会。不能离开上帝的话语，要不然被这个和魔鬼跳舞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把我方向了。啊，不能离开上帝的话语啊！这段时间老是跟这些魔鬼打交道，离开了上帝的话语，哎呀，没有一点快乐都没有，一点快乐都没有，啊，都觉得很糟糕。真的很，一定要先把所有的事情放下心去，敬拜我的神，好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请上帝给我智慧。来和这些魔鬼般的人打交道，依然保持我的善良。尝试依然保持善良，远离恶魔。我要开始吃饭了，我今天一天都很忙，这2天。好的，相信在世界各地的人大部分都在睡觉。Have a nice weekend, everyone. Thank you. Bye.